大家好，我是后面三个 studio。我是电脑，这是栏杆，今天我们来玩越南超人唱歌。今天我们来玩远远制的25道关卡，对，这一定要双人，是我找到了我的朋友，嗨，嗨，然后我们拿成就列表和注意事项，你拿了什么？都拿了。哦，所以它是两份。还是有 bug。成就列表，眼力不错，跑酷能手啊，不要发言。你要是不是 poker 其实要开那个 comment block？ 然后，这样要一点一点二，一点一，一点二。你打一下来讲。他说他会打死你。有了，耶、yeah ！吃蛋糕，我吃不了。你来了吗？嗨。有开始游戏了，你要当哦送分题，两个都送分题，这是第一关，送分题，看第一关，哦开了，哎，再次有谢谢，这里又有一个，耶、yeah, 过关了，好简单啊、哦，第二关，你要当姐。你协助我，嗨，第二关有个铁砖，有一个发投掷器，你有什么吗？哦，按钮，铁砖吧，耶、yeah, ，五分，然后那就换我来接，好，我来协助你，让我来协助你，我有个按钮，我键粉粉。有怎样吗？有，你把放箱子。那我这样啊。原本有好可悲。然后你还能干嘛？来幽闭恐惧症。哎、欸，应该是要那个吧。我把地图玩坏了。你把地图玩坏。然后你去点那按钮，然后有颗。哦，眼力不错，成就了钻石。你身上按钮吗？啊？你身上按钮吗？我身上没有。你获得一个钻石啊、哦！我看到你 ID 耶。哎，你做了什么？那你做了什么？换你姐，换你姐。好吧。好，踩到了，来吧。很多颜色，十二种颜色。你这边有羊毛或什么吗？粘土。我这边有一个白色羊毛。哦、白色，按按看喽。嗯。白色。哎，就这样。哦，好吧。嘿。那换我解谜。你要踩，后身点。好，我来协助你。嗯。我这里有个洞，你那有水或什么吗？可以接我？有吗？它这边有个发射器。发射器？那你有水吗？有水，我有个石镐。挖铁。啊，我自己掉下去了，八七。我在这要干嘛？要应该是要来烧东西。烧铁啊？大概吧。对，应该是要烧铁，没错。应该是要捞水吧。我要做熔炉，烧成。有熔炉，做熔炉烧成那个叫什么？什么？烧铁，然后做水桶丢过去给你。哦，好。你下得去吗？下得去，只是应该是要水啊。我下来了，放心。我会一直跌下去、欸。他工作台没办法放啊，没办法放。没办法，他没有放下，他工作台放下来。踩吧，一起当侦探。可以踩，踩，走，一起当侦探吧 ，Go！ 嗨，
有。然后这里有什么？一二三四五。后面有什么？哦，我应该要下去吧？你按那个吗？嗯。你按，你按。好。还是按这个。哎，有了。有下去，有下去。哦，那我应该按这个。有数字吗？哎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对对对，你。嗯。有什么？按。按。五按五五，确定 go 对，还有重生，我保护，啊，我协助哦，你跑酷好像蛮强，我按这按钮会怎样吗？哦有，我看到那个推起来了，等一下，我吃一下肉排，好吧，可以吗？好，一二按，再点点再试，按，一二按，啊！哎呀，那应该是要夸张丈夫吗？一二按，有了，按第二个按钮，看看，这个，冰块。你要先站在梯子上吧。可以啊，可以吗？这个跳的是。我按的时候就按啊。可以吗？对啊，现在我想要试着跳过去，比较难。按，哇，那个是干嘛的？骗人的吧？应该是要去那里，没错啊。哇，哎，过关了，所以那个就真的骗人的啦。啊，我打扰你，才重生点吧。给你解谜好。好吧。Go， 五二四一加九四五三，五二四一加九四五三，四结尾。五二四一加九四五三，有没有双萤幕？等于一四六九四双萤幕，一四六九四有酷。耶，双萤幕。你解谜。你有彩吗？好，我解谜哦。贴个。第九关，我有一个红石。哦。哇。有。红石第九关，你需要红石吗？哦，我应该，你有木棒。那我应该是要做红石火把了，那你丢给我。可是地方东西在我这儿吧？我这边有个锁上的储物箱。所以你要怎么开？那一把红石火把给我。因为我这里有个羊毛，应该是要放。放不了。放看哦，照理是，对啊，没错啊，所以那是有 bug 哦。啊，我解谜哦。这里有箱子，荷叶可以放在水上。那我这里有九宫格的水，你有什么吗？过一堆号码，号码，对，所以号码写什么？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。
一二三四五。问题是他是有问题，是不是他 bug 很多，要 bug 有点多。真的、哦？嗯，因为我有九宫格，然后我有九个荷叶。嗯，误放了一个荷叶，过不了吗？过不了要跳。我猜是一，看你怎么了？做了什么？不、哦，我要没分了。你在点什么？点控制感，让每个都试一遍。还是最有方向吗？不、哦，我不要再点了，我已经没分了，我已经负130了，150。那，不会。嗯？你点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哦，那应该是我吧？我荷叶乱放，就这样。好吧。负分倒是。哎、哦，我们有可能把那个吗？分数弄回来吗？哎，你有什么？哦，活塞，好，你先压那个这个，有沙子，好，然后再压另一个，对对对，就那两个，然后你要很快的按，不是不是，这个要按第二个，再试，我看一下，按最角落的那个活塞，对，然后按。角落数过来第三个，哪一边啦、啊？先按角落活塞，然后再连我，这样你过来看，他这样，所以你要先按这个，然后再按这个，这样有他动了，然后呢？在这个，所以是这个，对。我们这样有协助吗？有，我们有协助。怎么办？会被圆圆骂吗？那我协助。来，我这里有一个红石火把。哦，有，再一次。四个红石，然后。哎，再一次。有一个红石棒，可以破坏红石粉。把那边一个红石粉打掉。哎、欸，过关了，好吧，踩吧。你迷宫现在第几关了？12关过关。你要迷宫区还是协助者？我协助。哦，好。这有什么？往前走。一个轩辕剑。然后第十四。哦，我黑了。哎、欸，蜘蛛。退回去，另外一边。好，这里左转，对，右转。蜘蛛，左转。帝都、欸，哎，右转。左转。锁住了。然后左转，退回去。左转。等一下，看一下，走回刚原本的路。我忘了。对，走。OK， 走。走。继续走，直走。直走。到底，哎，帝都，左转，继续走，这样，不，另外一边，再往前走，这里，对，走，啊，帝都打我，好，右边，右转，再右转，右转，对，帝都不要打我，帝都，好。直走，右转，出口。哎、欸，酷！哎、欸，那刚刚那箱子是什么啊？我猜是成就。你现在有什么成就吗？两个，眼力不错跟意识不错。哦，那我们错过了跑酷能手。哦，那刚刚那成就应该就是枝叶相持。好，没猜。我协助哦。嗯。哎，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哎、欸，哦，好，我要跳去那，哦，跳去那上面，哦，再一次，这样，
再次，来，又跳。对不起啦，圆圆。用笑的好。好。看。打回来，好，一二三。哎，其实可以，其实可以。哎，其实对啊，真的。好，圆圆，我们可以的。那又是迷宫。那你去哪？上面有迷宫，树叶迷宫，不是树叶迷宫，就一个迷宫。我拿到什么按钮？压力的压力板，应该是压力板。我这边是木头的。看，有压力板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对对对。再一个一个转。圆荡荡的。没有。再走。还是你刚刚去的地方下来吧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有什么吗？哦，又要做东西了。你拿到什么？做一个木稿。木稿。木稿。那你那边有什么可以挖吗？蛮多东西可以挖的。哦，好。等我一下哦。好哦。好啦，那在这里呢，由同要来讲解一下。栏杆呢，现在在日本，对，所以刚刚的电铃呢，就是饭店的电铃。CD， 所以等一下栏杆的电脑是没电，所以这个影片会分两集。那么第二集呢，应该会在开学的时候，所以敬请期待。第二集呢，会有纯字幕，还有一些更优良的剪辑。确定？那继续影片吧。怎么了吗？我你有拿到什么？我电脑没电了。Q Q， 好，那他电脑没电，我玩到第十四关，那应该等一下就会。离开了吧，看一下，他离开了没？栏杆，好，他离开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从第十四关就这样吧，也没办法了，对，QQ， 好。那这地图我们应该下一集也会继续把它结束掉吧。好啦，那喜欢我的影片就在影片下方点喜欢，然后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更多影片。那也敬请期待下一集啦。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